越嚟越多人中意住露营车，嚟一个本地嘅两日一夜小旅行，好似呢个今年先开嘅元朗露营车车场就好受大家欢迎啦。呢度暂时有7部露营车，而呢款观星车更加系元方特别同游艇厂订制，车仔细细，但设备好完善，有齐客厅、观星双人房、碌架床细房、独立浴室间隔，最多可以住6个人。呢一架露营车咧最大嘅特点咧就系呢间观星房啦，你睇咧有三面嘅天窗嘅，夜晚一定可以见到好多星星啫。日头可以拉翻高个窗帘，保留私隐度。客厅就有电动麻雀台，夜晚打牌都唔怕嘈亲人。园入面仲有宠物露营车，可以带埋狗狗嚟到噶。20000几尺嘅草地空间，有简单游乐设施同平衡车，另外亦有 party room。可以叹住冷气唱下 K， 玩下 board game， 仲有餐饮车出售小食同饮品。至于想食嘢，香港好多 glamping 场咧位置都几隔蚀下噶，咁咧搵食就比较唔方便嘅。咁呢一个喺元朗嘅露营车场咧，隔篱就有间泰国餐厅，煮嘅咧全部都系正宗泰菜嚟噶。如果想更加有气氛，园入面就有 BBQ 炉。订两份烧烤餐就可以免租炉费，仲有专人帮手开炉。不过烧烤餐份量唔算多，建议自己再带啲食物去烧，就会更加开心啦。一于等疫情过后，再约埋班朋友嚟玩。